规起来无？阿姨，关你耳机，你电话那无做到。真紧啊！不要去啊！不要！我准备看这里啊！我让下让最安
focus, focus. Keep in mind. 两条。旧了，我了，太低调了，都北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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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潜水哦，哦，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我好啦，有前面的波仔嘞，好啊。就是那头，迄较像人头啊，迄个古早人。比较像人民元的吧。好，谢谢。无看查囡仔啦，哈、啊，是你去找查囡仔，你去找。带进去啊！哦，挡住。挡住。做你讲话啊！有点纪念啊！啊啦！你滴啊？哎，你没去啊？小一点比较好。我是一号啊。转360度，先拿了跨行车哦。你枪是一号，好，现在讲一下就拍谁了。台湾公，我要去找一号，我看那么多，你他妈坐手上等，那那个是迷上一号的几号？就拍这，他是拍康的哦，就是，是哦，每个人按一号开始问啊，他们到十二号下班啦，还搁在那个按一号来，我看。所以我不要说这个事情，我给他不要说这个事情，我老师都爱你要开心吗？我哦，今晚55岁上午了，3月14日生了。3月14日啊，我的头，我的头一次是1964了。我
人生趣味哦，足侪种啦，可能开查某无趣味，就了钱。趣味是多方面吼、哦，有啊，有当时啊趣味画图啦，画图是画水彩图，唔是讲迄款图，袂是。嗯，有啦，有人看到我画，中间嘛吼，看到我画吼，嗯，啊，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头先有买做医生啦，我讲先啊买做医生，阿算阿阿唔打出上才是呐。你看谁看袂读书？我那医生的囝吼，就免读书，他们先去就好啦吼。因为阿算是买房那些打得才是呐，所以我头先也买读书做生意。我早起啊买做医生的，啊我讲赶紧，你来 happy 就好，做安尼生意有万的吼。所以啊，说话干啦，无干一个尔啦。有当时啊，小公妹外哥唔看，来下台一鞠躬。好，有没有问号？还有有没有设问题？太太的。哦，怎么认识的哦？我这边的时候，这边去金门嘛吼，啊，这个是殖民区，伊个码头啊，退休天后是殖民区码头啊接，啊了吼，我讲哦 ，OK， 你这边做一张哦，开咪头里来 KTV， 迄种是嘛 KTV。去舞厅跳街舞，啊！伊讲，主编就讲，阮小妹吼，想要做你啦，啊！我想讲，啊，干哪，想你这骨头，要买哪嘞？所以骨头，啊，太小妹，我唔敢讲是买啊唔啦吼，我是想讲哪，想你这骨头，我都糟糕了，所以带去到看，发现讲啊，佫袂歹嘞，佫会下嘞，我就服气啦。阿哥，你全部改一条条的，就到今嘛。头一次我只有三分钟啦，都无经验啦，三分钟就下台一鞠躬。哎，还是当年三千来上咩？七条烟啊，冻啦，啊，七条拢参加啦。你今仔只淡薄哦，我只七条拢，每块七条拢参加啦。哎，啊，等下这个等下，我感觉哦。做，那特别食吼是等下台湾吃的，食个爽无吼，食是真好，啊真兴奋看到那只台吼，真侪朋友拢辛苦蛮快，尤其是晚上过啦吼，平常过啦，用过也真爽快吼，所以很高兴，而且有些很兴奋。好，下台一鞠躬。
咱迄个七座顶哦，到底是有几个我唔知影啦，啊都算啦，哪来哪来哪坐啦，啊以后咱这七座顶，啊，咱麦哥哥没有按，按吗？太近了，啊太近，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这道其他店哦，我是讲即马已经相当大店啦，啊，我是讲哎无够，还佫无够啦，啊，这店还佫发大店，哪大店哪有这道啦？啊，这会员哦，都爱哪来哪坐啦。啊，这道其他店上好就是讲，若去 cruise 哦，咱拢能讲起来，去阿拉斯加去改。大家拢咧看，哇！规后尾半夜拢站起来啦，无人讲哇！这顶遐大顶，啊，规个拢因伫夹巴出，啊，拢无人敢再来，拢变专用的舞池。啊，我甲阮太太吼，小伙是讲我去伫海寮做住院医师，做住院医师是恁小伙的。我有三个囡仔，啊，大汉的已经毕业了，即马在做代志。啊，伊有讲要去读册啦吼，我讲啊，你都爱做两年了吼，看要读啥，啊，再过来讲。啊，我第二个，伊厝里真济啦，啊，要读啥是无啥决定啦。伊讲暂时就讲，啊，都阿公爱伊读啥，爱就先暂时先去读遐。啊，讲四年了，再过看卖啦。啊，我上细汉的。即马大三，伊我要去读个时嘛，讲哎，伊毋知要读啥，啊不然啊爸爸要读，伊讲啊好啦，无来读康定，啊实在是这个小学生啦，啊你嘛在学，读一个讲，后摆无法度讲吼，讲是便讲用海投啦，好，接下来就啊我的兴趣啊，我爱注意哦。甲王客同款啦，啊无啥共啦，伊较有文学啦，啊我这是就是佚佗囡仔，哦，所以我就干呐研究啉的啦，哦，喝酒啦，喝茶啦。我哩讲，今日要请。扬州上的好处哦，气功啦，健方面啦，食茶、跌倒啦、酒倒啦。太近消化了哈。最近无啦。啊，今麦咱还以为讲补了很多啦，为着咱还以为安尼哈。啊，但是你无讲你第一次什么时候发生？你也袂回答。到今麦已经几届啊？只靠咱滚滚啊，滚滚进去啊。我这几间哦，我一定，我听讲，哎，啊，你叫醒这一间，我一下也袂记咧。我啊，你们是你我也袂记咧，所以讲，这一间哦 ，exactly 这一间我本来记咧嘛。再一个啦，再一个啦，一个月啦，不是啦，一个月啦。啊，迄是女友，哦，我来，我叫阮是女友，啊，我迄阵在是女爵士，啊，我叫阮迄阵哦。礼拜一也无车，啊，所以结婚了，一直到再到迄 Port Authority， 啊，咱两个来坐巴士等伊，啊，等伊遐落车咧，啊嘛无车咧，啊，甲结散步等伊。我咱要几个人参加你的婚礼？你会记一个咧？啥物人参加要参加你的婚礼？你也记这啥物来个咧？有啦，迄阵哦，迄阵从头有来啦，天明啊啦。啊，马古啦，哦，啊，杨金邦啦，杨金邦，啊，蔡老，啊，拢总差不多两对左右，哦，两对，但是贵十块算未了，迄个我即阵转来有去迄个国会吼，去看迄个参观入迄个主宾的迄个。迄、那个我立法委员迄、那个，啊来这组去，他一个迄个小组会员哦，啊伊左叫是叶民进党的叶什么叶南区的查某囡仔，啊伊是召集人嘛，啊，啊，哦叶继南的，哦也给人咯，不对，啊这召集人爱在去哦，啊桂明在讲，啊是召集人嘛，啊伊去吼，伊就讲，
哦，今天是小妹的第一次了哈，你们要上一个一个上来了哈，一个人只弄三分钟了，那个小妹是初次了哈，没有什么经验了哈，请大家小心一点啊。啊，有机会见到那些老朋友，啊，搁和遮台湾的好友，讲出来真周到，真感谢。啊，我目前大概拢差不多了，但是拢五十五岁左右哦。啊，我是1966去美国，啊，我要去以前在台湾疗养院做妇产科。啊，我去美国以后嘛继续妇产科，啊，我有生一个查某囡仔。啊，以后就是默默无闻，啊，过十年以后，搁再生一个查某囡仔，我感觉这是，足大的 malpractice， 所以我来 give up， 要 OB 全部做 delivery， 啊，再专门做 GY and oncology， 啊，做了五处以后，我干脆搁去迄个 training， 啊，搁。所以我現在有 radiation therapy 的 board、目前我的大女兒她 undergraduate 去 Dartmouth College 跟王凯川林的大學生同窗的同學校啊，我看到王凯川學生真介意但是讲真，吼，即马时代无同，老的讲半天没有用了，看少年的意思。啊，阮查某囝是读了有趣味啦，啊，所以伊对踮咧迄个大部分是咧 Hanover， 伊是一个敢那 country， 吼，伊咧是 resort， 地方，所以伊真趣味啊，希望留在那边。啊，所以即马是在老在拉莫斯的。Medical School， 现在是三年级。啊，但是我心肝内嘛真烦恼，因为 Medical School 已经，她是一个好。那个女儿现在是 High School， 也 Ninth Grade， 所以妈妈还阁做无用。但是这边真感谢张安官教来陪我，真感谢。这今仔日你今仔日想忙起来哦。我讲太太，实在可能是有那有缘的，我想是有缘，因为这我以前在细汉的时候就对于音乐跟体育很感兴趣，不一定是要当医生的，但是听父母是建议命吼，阿罗没办法，是很幸运考进去高雄医学院，所以有继续下去。但是我一直维持自己的一个兴趣，就是体育跟音乐。啊，我咧高一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高雄音乐七年级嘛，所以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的音乐比赛，啊，我得高雄市男生独唱组第一名，那是。那阵党部奖赏，金花姐奖状够奖金，啊，所以拿出入回去，迄个代表高雄市去台北参加决赛。但是决赛时，台北就对迄个音乐系的学生都比不上，没上名。那个时候，同样那一年，女生组独唱第一名就是有个人叫苏慧娇，那时候呢，看起来我觉得哦，这个女孩子很可爱，音乐也很好，但是我那时候没一番勇气去做的，但是这个印象很深。但是啊，那我们后来我高雄医学院毕业以后，我到台湾疗养院去当妇产科，那个时候我父母就说啊，应该是结婚的年龄了。那我那时候也是很保守，也没有那个勇气去自己交女朋友，所以就靠人家介绍。那人家介绍，有一次介绍的人，就是看，就
就是看到说，哎，这个女孩子就是我以前在音乐会看音乐比赛看过那个，我就跟他说，哎，我一定要这个。那个日本武蔵野 Music College 武藏野音乐大学，但那时候在主修个Italian Opera， 他学是个歌剧的，他还没有毕业，所以我的他的回去一直回去，那刚好我那个时候也要出国，那所以我们就一起，他回学校，那我一起到日本去。那陈清明我们一起到日本，记不记得？哎，我们同级呀、啊。对。你要去我应该。哎，我给。那去我们去的时候是这到日本的时候住在那个我太太那个一个 uncle 叫 Kikuchi， 我就这样下面在家里。那个时候就太太了。不是，还没有太太，还没有太太，没有太太。我们说那还是朋友。那时候我是刚我那个他回台湾 vacation， 他那个。那陈其明他到日本以后就有机会出去 having a good time， 但那个时候我要维持好的印象，我不敢出去，很乖，所以这个是私聊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日本逛逛。那后来好像是那个杨昭雄就当陈其明的 tour guide， 他们出去了好几天，我知道。多久？让我一个人关在旅馆非常寂寞。那后来我就到美国来了，我那时候 internship 是在那个 Buffalo 当的。那我在当完 Buffalo 以后，我太太日本毕业，她到那个East Lansing Michigan 的 State 要修 Master Degree。 那我那时候在 Buffalo， 每次我又没有汽车，所以要坐 Greyhound Bus， 每个周末要坐6-8个钟头到12个钟头去。那时候我们又没有 Green Car， 所以那个手续很不方便。那后来我的收费价就觉得很可怜，就打一下一个人。来，给您介绍一下哦。咱先暂停一下，啊，让您歇困一下，上个一号哈。已经一号了。哎，先吃物件啦哈。其实咱拢讲真笑的，莫甲当作真的，感觉真正加食爱就是吃不济啊。别讲真笑的啦，系啦。今麦大家上面搁看风景吼，搁继续搁来节目吼，有通佚佗吼，咱真正。有一个共同的心吼、哦，我是讲要希望大家，唔知有这个同样感想个无吼？咱伫美国拢知影，咱知影真侪美国这个私立学校吼，拢是校友伫真大个支持吼。那希望咱每一个人吼，拢、哦、有这个同样个这个感觉吼，看会当大家若是有同款个感觉，咱会当用咱这班吼，跟、哦、他做一个。不是讲发起人啦吼，咱大家拢有这个感想吼，对学校，咱以后变来支持吼，这样是每一个人应该尽的本分啦吼。这是我个人感想，我不是伫讲啥的吼，大家若是讲有同样的感觉，咱就应该知影要安怎来做。这边搁较难听的就是讲像石信军吼。咱差不多毕业了，甲当拢毋捌见面，爱当有当容易来参加吼，出来啊，足难得。啊，这原因是我就是马里吼，有真大个鼓吹吼，所以会上来吼。啊，所以真正真难得。咱若讲想讲一生内底无偌久的时间吼，大家当个做伙吼，真正无简单。啊，特别是真济即个凶手们，他真济拢毋捌看过吼。啊，趁这个机会，大家当个见面，感觉难得。记录在那边的吼。这个，所以我家己吼，我两个囡仔吼，一个查某的，一个查甫的，吼，我查某的即卖已经大学毕业，即卖拄啊第一年养伊吼，啊，查甫的是大学第二年，只有两个安尼吼，啊，阮两个伫大学，一直都伫大学。事业来讲呢，是平平吼，但是我真满足吼，满足的原因就是，感觉讲样样都有啦吼，
咱人生所追求的吼，就是有一个目标吼，我感觉讲，我也知影我的目标在倒位吼，啊，所以，我的目标是啥？我是感觉讲吼，咱人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知影讲你要倒来，要去倒去吼，啊，我已经知影，确实知影我要去倒去。哦，啊，所以哦，我不管处境如何哈，我会当讲伫每一个同学的面前讲哦，感觉真满足哦。这是当然是伫这个信用方面哦，我有感觉真得着。啊，虽然讲你打了大家想讲，啊，恁两个太走起啊，啊，拢无朋友，啊，但是我底下朋友足多哦。啊，咱这班内底个就是迄、那个啊，伫 Marshall Texas 就是。郑俊祥，我有写了，我还没做，即个要招伊来，因为开个真无闲，所以袂当来。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以后若到较侪即款机会吼，应该大家较侪来做伙吼。啊，特别请大家若是讲有来南部吼，一定来吼，我一定是更加欢迎吼，会当大家搁见面吼，大家唔通客气吼。因为这是难得，就咱这款同学真少有这款遐尼 close 吼，大家遐尼，而且讲每一个人个性大家拢知啊吼啊，所以嘛，大家拢然后来Dallas吼，请来佚佗，呀，一定热烈招待吼。啊咧，还佫有甚物问题要问无？介绍恁太太，我实在的。你太太，大家都同班同学，大家已经都无必要介绍了吼。啊，不过这一家凶手，怎么是？怎么是？我想恁太太每日神思啦，大家拢有共目中睹哦，可能只是唔能够了时间。一锅菜呗。啊。这是真好的意义的，咱遐侪年讲起来是，
对这个无效吼，我想诶吼，咱有这个义务来回馈的吼。啊，你话我再往下。这对这个对无效这个表示这个 support 吼，我各讲一个，咱来。在这个台湾的那个 position 吼，所以无啥会走的，所以都唔是讲哦，无去无爱佚佗，是爱佚佗，你拢袂当参加啦。从年开始吼，有去外去另外一个病院吼，叫做威廉波曼哈斯咯，就即摆遐都有十二个 pathologist 吼，所以我即摆就较有时间会当安排啦。所以即摆我就会尽量参加这个咱的那个活动啊咧吼，嘿。是我的有三个查某囡仔，吼，一个就是 Christine， 伊即马是 medical school 第二年的。Vivian 是这个读音乐，吼，伊是啊，这个 Oberlin 的 music conservatory 毕业了，今年去 Juilliard 迄个吼，去进一个进修，吼。是阮第三个是伫迄个伫 Boston， 伊即马伫悉尼啊，一个啊，过半年毕业。伊即马在做吼，就做就是这个 AIDS 的 study， 吼，伊正往那下后来就去做迄 AIDS 的 study， 虽然是讲 AIDS 加肥炎吼，专门spend 6 months 来去做 AIDS 的代志啊咧吼，这简单介绍啊，多谢。一些朋友是讲 not romantic 是吧？哦，冇问题。即个是安尼啦，我是去美国了吼，迄阵我那是也单身着无吼，单身着也无想讲要结婚啊啥，去美国着真自由国家啊吼，即马着我要转去以前着迄个邮件着拍一个电话给我啦吼，伊就知我是单身的，所以讲爱慢慢款，伊就甲我介绍安尼啦，所以我着去日本去找伊安尼啦。对，拄啊较好，拄好啊，咱伫火车头拄着安尼啦。火车头安尼，上尾安尼，地下铁卡安尼啦。哈哈哈哈哈。安尼实在啦。疫情中期啊，是啊是啊。疫情中期。再等于台湾，再等于台湾安尼啦。多谢刘干哈。哎，我多谢刘干跟刘干太太。哈哈哈哈哈。好像是张会中那一班的人数是比我们多，不过就是说我们这同一班的每一次来参加的是最多了，就大家比较团结，对啊，同学比较客气，吃东西呢较济啦，吃东西，每一班吃都拢超欢喜，哎，往届的啊特别的。啊，卡给你啊，都得你。啊，顶间拢不是笑噶，刚刚看伊笑就欢喜啊。家家莫坐卡给边啊啦。给我一个 announcement， 好不好？哎，我十八号，哈哈哈哈哈。冇报告。哎，有啦，我报迄个皮肤科啦，哈哈哈哈哈。哎，包啦啊。啊，我伊讲听讲我有送吼，送物件上班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最爱报告。大家好吼，我实在是真欢喜，讲会当参加迄个红协会。我上最爱做啥？迄个红协会，因为我的囡仔以前伫迄个 New York Stony Brook 咧读的时候，我拢去看我的囡仔，啊，就去都无位通住咧吼，啊，拢走去到红协会住。啊，即嘛，所以伊就会讲哦，当时有同学会要安怎安怎，你就一定爱来。啊，所以我才会参加落去。啊，感觉。红协会后边有拢给你收房租了。阿伯无听着，阿伯无听着。伊都爱请我啦吼，拢容易请我。啊，就迄个姓安老师啦，吼讲，我应该不应该讲这啊？现在姓安老师讲，即个大家走去到上尾日吼，啊，大家去到迄个台湾医学会的会场是要解散，讲十一点会到迄个台湾医学会门口吼，
我已经迄、个自产算账，我拢交互福音人，啊，因讲今日即马分互恁，恁会趁钱。伊讲现在去甲要分互恁，啊，即马就会。啊，我其实我想讲免挂嘛，不要紧。啊，入去内底吼，我会迄、用迄个台湾医学会参加证。我加迄个台湾医学会爱搞写迄个参加证，这样的话就迄个机票的差值就可以报嘛。啊，谢谢。所以所以我迄个阿瑞是伫啊，我等恁大家啊，摕互恁啊。迄个早吼，啊，第一摆个请恁食一顿菜，别太。凯悦就是，迄个台湾医学会伫个国际会议厅啊边啊一个 hotel 真大间，叫做凯悦，就迄、个中国话讲叫做凯悦啦，凯悦毋知几楼三楼，有一个日本菜叫做彩色的菜，彩色的菜吼，二楼菜，二楼哈，啊安尼嘿，一顿聊聊，请大家。一定爱来加了哈，所以那个是最后一次的班会了，就我就是只请我们班那几班的哈，想为别的班会哦，不过，一个卫生署长要请客，维刚暗时啊，有哪来登记哦，我就拍摄的是我到。我到花莲，我才转去，因为我这边，我因为我是数学学会会长啦吼，啊，我即马这七号要做我的annual meeting， 我是早出来去，我无早出来袂使，所以甲我的总干事讲，你甲我办所有代志，我就甲冲出来。啊，唔蛮久，我有请一个，请一个纽西兰的一个，专门咧做 DNA 采品的人吼，啊，因为这个。这边的我的 annual meeting 就是paternity testing 亲子鉴定，规早起拢要讲亲子鉴定吼，啊，我请伊对牛记人来，我去接的，无人捌你啦吼，我若无转去甲接，我煞不知要安怎，所以我爱五号暗时无时我伊会到，我才去接的，所以我明仔载就伊离开吼，先离开啊，甲伊医学会当代家安尼。好啊，谢谢。人讲要问你近况。我咧讲吼，我想吼，我想做迄个工课吼，就是讲，我很多人，真侪人拢认为讲，我大概在台湾为人认为说我做的不错，啊，这个理由就是说，我做迄无人爱做的工课啦，吼，迄以前无人要做迄大把土里的工课，较无人爱做，所以我去做，我就感觉。做迄个肺又无人会教我生，我足惊含人生活含人冤家哦，这个事情我真害怕，所以我拢去做人不爱做。啊，结果这个肺也是很重要，因为无人做了。啊，所以，我差不多这十年来拢在做，台湾的迄个 blood donation 吼，可以有搞，所以无配多呢，即马台湾无配多呢，无废物啊。啊，我。这吼，这个都拿努力是很多人在努力吼。迄来这，因为迄个捐血系统，那无讲足健全吼，所以迄边安那个用个健全的，经过真侪人的努力 inspection 吼，评鉴啊，去甲因看。我教你啊。我骂到安尼吼，我骂到有个人，我即摆拢不爱和我讲话啦。迄个捐血来就袂来，我还没讲完啊！今嘛，不过就是说我感觉真好，就是讲今嘛无批落了，无像咱古早咧读册时，跩遐收费吼，无迄个代志啊，拢是无费股啊，拢已经是 voluntary blood donation 吼。咱的 population 5% 就是 blood donor， 哦 5.1%啦吼。啊哥，安尼以外，我迄个做continuing education， 所有台湾的 medical technologist 吼。啊，他医生的 continuing education 超设备呢，所以就把整个系统，我有那些 inspector 啊，所以哪里我来去便宜啦，看人用 pay 多呢，啊，就甲做点做做较歹，所以这个用安尼真侪即个方法怎啊规个上系统吼，啊，所以有诶真贵迄个
今年吼，去年啦，迄、那个国际数学学会以前的总干事吼 ，Secretary General， 伊就因为伊吼会代表聘请迄块迄边，因为代表迄边拢做了足歹啦吼。啊，所以讲，我伊知讲台湾做遐尼好，伊个刁工走来甲我看，讲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得这么好？哎，所以我就是很幸运哦。今年就湾内的数学学国际数学学会会长就提名我做 counselor。啊，有他提名六个人哦，啊，两个人是英国人非常有名那个 director， 两个那个英国的那个 blood center 的 director。还有一个 Australian， 还有一个南非的，还有一个 Yugoslavia， 对不对？还有我了哈，五个人去，六个人去竞选，我就选上。事实上，我们那个会员大概是有一千多个来自台湾的会员，只有六七个，啊，六七个，啊，好像很多日本人支持我了哈，啊，所以我就选上了，今年我就是非常忙啊，就回到要海底啊，回来回去上课啦。就是这样，因为台湾我是觉得台湾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field 以前大家都没有人 involve 啊，所以无人去做啊，所以煞比做讲我这个叫做楚中无大将哦，这个电话做前锋比做安尼啦，有点这个意思啦。没有没有啦，就是这样，真的，这个自己都聪明，都很清楚了，大家都很清楚了，看没啊，就是这样子。我有两个儿子哈，我的儿子哈他，因为我实在是我对我的 staff 还有我的家人哈都是很放任，这样都让他很自由，所以我儿子就告诉我，他说他要念什么，我事实上都告诉他没有关系，他说念不好，我说也跟他说没有关系，然后他现在是在念他是本来是 under 念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他说他，因为他很会 debate， 他是学校 debate team 的，然后他想要念那个法律，然后后来他想一想，他说他不想要念法律，还是念医学院，所以 under 念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然后呢，现在突然又要念医学院，所以跑去 Columbia 念 premed， 我不知道他以后会 end up 怎么样，我有时候还会劝他，我说你要不要回来念法律系啊？他说不要，他说妈妈你不要 confuse 我好不好然后他会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个你们在台湾念书啊，以前是考试考上哪个学校不得不念下去，他说这个是非常好，他说在美国，他说太多 freedom， 他说要选一个他应该要念的，他说非常困难他这样跟我讲那我的我的老二是他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Christian 啊，所以他是念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他 undergrad 是念 science 那边我想是 bio， 就是那边的zoology 的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常常去在别的国家去，像甚至到圣彼得堡去传教还是上课的时候，然后他就毕业，我说你要不要念医学院啊还是念什么，他说他暂时去工作哈，再然后再考虑到底要念什么，他还不太清楚。那我现在是单身贵族，大家都女人很羡慕的单身贵族，谢谢大家。你玛丽，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 comment？ 记得几年前你到达拉斯来的时候，送我们一本书啊，《人生五十开始》啊。哦，这样子啊。四十还是五十？我忘掉了。我都不记得，我事实上。人生四十开始，对不对？我想人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哦。You can always change your mind， 要记得这样子，不要说。我是这样子来鼓励我自己，鼓励我的小孩，就说不要在你固定的一个，如果是错误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劝，这样子。好，谢谢你。改变。我实在是说，实在是太多事情了，所以呢，我也写，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文章。我想上一次我那个写的那个25年，那个我就寄给我的一个朋友，他是
他是作家，他就帮我登在那个华视周刊的那个旅游版。对，因为他说你们实在玩得太开心了。然后我现在还是画画，我画很像我经常说他也在画画，我也画画了。我就没那么多啊，我是一年大概画个三四张，然后就去，因为我是一个professional。Artist Association 的一个美国叫芳兰画会哦，那我每一年都要上面几张去做画展，那很多人那些画家都很喜欢我的画，不过我画的不多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太多时间，这样子。哦，大概就是这样，告诉大家不是只有当医生，还是画画在写文章。不好意思啦，我做平面我是用红气发做啦，较轻便。经常摸你嘿，摸嘛是。摸你伫迄个马祖病院啦，哎，还佫汤姆呢？啊，汤姆是伫个树林看遐个，伊伫房间底，食个好。汤姆提早一个月退伍吼。哦，一个月我今天到处也干不好，做不赢的。你昨天是马祖就开始啊？哦，我这个。我要回来是中间路去拄着个阿强的炮亭，你敢用？那变啥啦？啊，不然发生我基本都拢在中央拍嘞。我起来了，我就加了一支，有三个带差不多三年多。谢。本来我是无想要出去啦，啊，不然闯祸转来，然后美国也训练足好嘞，无出去无彩。后尾啊，他给个星期后来去他给伊个迄个所在，啊，就那个去美国也靠无分嘞。啊，时间过了真紧，时间了。这个等他去搞。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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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在，伊拉拢十八啦，哎，啊，第二我是因台哩做就结婚啦吼，所以我伊拉很大，哎，我去排第二列，我唔是金牌啦，阿彪我金牌啦吼，我咧第二列啦，第二列，因台哩做啦吼，哎，啊，所以伊我咱咧，恁大家都咱咧，结婚了，今天来，顺便也结婚了，然后我咪参加。我伫圣路易斯，前1964吼毕业吼，啊，毕业了第一个礼拜吼，就订婚了哈，第二个礼拜就出国了哈，出国了就去到圣路易斯的这个圣路易斯 Children's Hospital 做 internship 哈，啊，住了底下挂五年了啊。因为 exchange visa 就 expire， 所以都爱去加拿大这里啊。啊，1966结婚了哈。啊，我结婚的时就 lucky， 就是讲在外国结婚哈，有家己的爸爸妈妈会当来跟你参加你的 wedding 哈。
啊，同时我的爸爸妈妈搁甲阮参加迄落汉语梦安尼。哦，这难听哦。所以要做我的先生无 lucky 啦。先回客，先回客了。哎，啊啊，没打吗？我感觉讲高雄医学院吼，伫高雄医学院七年，啊，我迄当阵啊，足无爱读册，对医学拢无趣味，毋知咧读啥货吼。但是感觉讲足大事的，会当安尼乱七八糟就安尼毕业。自收自笑，没有没有啦，我把播控嘛。我有播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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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高雄医学院好处就是很容易毕业。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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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去年，我先生爸爸，生病哈，临时一段在屏东哈，生病不知道要安怎有人去给照顾，就打电话给邱永仁，医师阿姨都安尼很认真，紧去给我公公哈看病，阿哥给安排住院种种哈。所以我觉得同学很肯帮忙，我觉得很感谢。那向邱太太谢谢。向邱太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去美国以后哈，加进跟我学习的工医生的滋味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头一年去的时候，我做英团的时候都不要住下了哈，看，不要看，就看迄个 ENT 的 examination 啊拢袂晓哈，所以觉得很落后，很落后。头一年搁那边也要适应很久以后，刚刚美国的迄落款。医学设备进步，我就感觉讲很有兴趣，对医学才开始觉得很有兴趣。我看嘛，我伫1968生第一个小孩，生第一个小孩以后我就 quit 了哈 ，quit 做 full time mother 啊。做富太妈的做到问小孩子五岁的时候我说松了一口气哈，就可以再生一个，所以再生一个。第二个生了以后再等五年了哈，再等五年。不要再生一个啊！这个姿势啊！我等五年以后，我再开始，我做的去practice in medicine 但是
我迄当阵啊，要 pick up 就是办人啊来，所以参加即落款health department 的 outpatient clinic 的 care， 啊，即款的拢无免 night call 啦，免 weekend call 哈，就舒服的啦。所以就就安尼继续直直做啊，迄落款 job 吼，普通拢是人 retire 的 pediatrician 在做的啦。啊，我就是对 semi retire 的 work 开始 pick up， 啊，就安尼直直做，做到1986的时候，头一次做 full time 嘛吼，做一年的 full time 觉得很累，啊，就搁甲 quit 哈。啊，或者廖德公，来尝试一个private practice 哈，啊 ，private practice 也是很 easy 的一种 set up， 就是下面 university hospital 的 newborn care 哈，吴先生的朋友把 refer patient 哈。patient 都是 other town 的 patient， 所以我的 care 是 one time service， 就是刚才在newborn nursery 的那个 care 安尼吼，结果呢，大家拢无要甲我 pay， 无拢收不到费了吼。后来那个什么 malpractice insurance 很贵啊，我就不能 afford 了，不能 afford 只好就又 quit 了。但是我人生就是就搞就爱欣赏了，爱欣赏别人的成就了哈，人的迄啰自己不爱努力，然后拢爱欣赏别人的成就安尼。啊，所以就人生就是跟他在欣赏。啊，这个 trip 里面跟我大理石的工厂吼，我对大理石就有兴趣，所以我就 expected very much 要去看那个大理石工厂。花莲大理石工厂。是啊，大理石是不是有石头底下？是啊，是啊。嘿，啊，我阁有一个 experience， 我感觉就 enjoy 的，就是讲去建筑啦吼。恁在美国，恁普通拢去买现成的吼。啊，我就是对迄落款找迄个 lot 吼，啊，阁对design 开始吼，啊，甲家己 select 的迄个 material 吼，build 一间厝。啊，比如住起来了后，你会感觉讲迄间厝敢那是你的 baby 同款吼，就有感情的吼。所以，因为你所有的 decision making 拢是经过你的脑筋去 select 跟 make choice 出来吼，所以感觉就有意思安尼。哈？所以请好友大家去参观。我先说完结哦，无啊，我拢嘛，我先说拢袂搞完结。所以我劝你们，恁若有机会，家己去经过这个 experience 真好，因为迄个 process 你会当learn 这个，甲这个 architecture 啊，甲这个interior design 吼，在各方面拢真有真新鲜安尼。安尼好。对，好，安尼好。好，还有，有人有问题无？我想问一个question， 来。我现在，我回来了，大部分都有看到，但是无看到 stone page， 现在 stone page 现在是哪里？哎呀！
还是变出来？不不不，变出来，这技能变出来了。林牧师哈，您还有一声，还有一声，对呀，练练好哩。我得进，我拢不会，等下你来，我就要来。安尼哦。我得先不加嘞。我得，给你车底要等个过来，你又无来。还看嘞。我坐你车底，我等个你，等你来车车完来再过来。不要不要。参加的不简单，这是我们的荣誉的骄傲哈。不用人必须都不跟单说。啊，另外哦，那个今天晚上哦，在那个台东最好的澎湖大饭店大餐厅哈、哦，那个我们许院长哦，坐东哦来宴请各位哦，相当哦，许院长哦，据闻呐、啊、哦，应该是事实啊，就是说为了找这个饭店来宴请各位哈、哦。我费尽了哦那个相当大的力气，跑遍了台东市所有的餐厅都去吃过了，哦，吃一吃，结果澎湖饭店最好，哦，我感好相当的感谢，哦，在此哦代表邱友仁医师哈、哦、跟许院长道歉啊。啊，那我们再请那个许院长好为我们做一下本。要安尼啊？对啦，翕相啦，来。好啦，你会的嘛？对啊，这好食，这好食。好食，好食，好食。真的吗？真的。真的好食。真的好食。真快，我比较有耐心。我觉得主持人太生硬了，因为我们也难吃的、啊。二十几次啊、哦，你看你要上二十几次。我今天。哦。哈哈哈哈哈哈！多点啊！哈哈哈哈哈哈！一系列的。呀，你看，你看那个山，空气。我要去飞。
Thank you.
靠着 taxpayer money 哈、哦，他们赚来到过去看看哪里哈、哦，就是这样。我说先，所以我没有想到就有一天真的会动员起来。我很 lucky， 我就没有到艾拉克，就到 North My Car。这样，我这边就要当。
点。嗯，就这样。啊？我要给家里听，我讲讲听啊。啊，那这几个要这样。你这个水库哈面积哦有592平方公里，啊，长度哈有14公里，所以咱即马看到这哈是伊的富贵啊，对。民所有的员工牺牲，每一个人牺牲一天的薪水，啊，就去做这个铜像。你讲也无老少的迄同时，安尼极力开发吼，水力发电吼，啊，就无引起大家吼这情况，所以甲做这个蒋公铜像底下一个纪念品呢，有滴水库。高官，高官。这个东西，我翕袂昂。对，他随意搞，随意跳的，随意放的。哈哈哈哈哈！没搞，没搞。我来录去。我不了。看，看，哎。王哥。啊，休啊，休了，休了。哈哈哈哈哈！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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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情变数就安尼。对啦，太太平洋啊，就起就安尼了。对啊。这样行啊，来个上。没有没有毕业证，没有毕业证。OK OK。在这边穿着。你吃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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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那个枣子的原话，对呀，哈哈哈哈哈哈！赶快去分享。再多来再多，挺好的。
可以把那个灯吧，那前面的那个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有一条，两两六。哎，我帮你。啊？再买一条，等一下上去，上去再打。我改看这边啊。你看上几杯啊？可以啊。马上变票，马上变票。他转的他好快。哈哈哈哈哈。现在我要，然后两个。那个，我们第一天是我们主要这一份我就送给各位好了，没，就是有标记的，我带来，就是送给各位了，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再一起送你一份啊！我再补充补充几件事情啊，让各位小朋友看看，在台湾树立的一些真的高医师，被社会被台湾的社会认同了，怎么说呢？各位也许知道呀，大概啊，很强啊，对，台湾是一方面吃饭，对，对，对，那么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私人来办私立学校被认同，所以台北医学院现在很烂，也请我们的谢院长去当董事会的董事长，好。正在，但他毕业以后哈，我想很少见面了哈。当时候我是抽到海军，所以刚到海军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蔡桃，还有林建宇是不是海军？对，不是。反正说一共是七位，跟台大的合起来七位，然后大部分都是上船，所以我是走了。上什么船啊？算算你们讲话很迷人，走船，上太子号的，春剑嘛，你们以为是船？我们头脑都歪了，歪的都歪了，真的你们来台湾学坏了，你们。做海工的，在海中我们大部分在基隆。基隆这个台，基隆跟那个那个马祖，所以一去就差不多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上到基隆，我就回到台北。我台北那时候，坦白讲，都住在我姐姐那里啊，我爸爸来。那时候就有人开始跟我皱眉了，真的那时候没有心情，说海军晕车，那看啊，就那时候意思一直不看也不行嘛，哈。那个我当时也相当保守了。人家大部分他们也大概来偷看我，我也偷看他们，偷看我就我尬意了，都根本不敢讲，有尬意的就怕跟他叫米爱，叫米爱就是说我姐姐，我的姐姐很会做，或者就给博了，已经两三个一起做啊，都不能讲话，就坐在哪里，你住在哪里啊，你吃什么饭啊，这样这样，这样就结束，这又就没人就会来讲怎么，我们就是推迟了，基本上说海工啊比赛。之后海军完了以后，有一度有人介绍那个宋建的教授，我的姐夫嘛，他有介绍我们去，假如要读内科的话，就去仁爱医院好了。当时仁爱医院的内科主任就是陈宝辉，那是 GI 还不错。我说我有一个机会，所以到 TV Center，TV Center 就是那个台大的那时候啊，说些就可以 upgrade， 所以说可以 rotate 一个月、一年、两个月在。TV Center就好，十个月在台大就好。当时在台大的时候，从外校来的就是林玛丽一位，还有杨俊雄在皮肤科。那当时就我们就感觉到，所以他们就说啊，你们去台大是不是有4080的感觉？还好我个人，因为上面的医生啊都比较会讲日语，我也比较善于外交，所以比较会跟他们沟通吃饭那时候了，所以还搞得还不错了。还不错的内科在那一边三年的当中，陈九明教授还有林继崇教授几位对我，还有杨思彪教授的确对我
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一直很 lucky， 一直在那边然后切，一共在七千岛这样一共有拖了七年。那七年当中，我有一个 WHO 的机会到日本，在日本里面跟着 QC 那个叫做在胸腔研究所那里面认识了一位高级那位教授，给我。人家的啊，谁有女朋友了啊？专门讲，而且介绍给别人的，做人家的中间人的哦。就说当时相反的静静的，在座的很多静静的都有先有女朋友的，都不讲话了啊，这样哦。的确这句话，所以我就毕业没有。到了我在台大实习的当中，在两年 R2 R3 的时候，跟其中有一个护士，里面有护士跟也是专门介绍这个。在台大里面也专门就介绍护士的，介绍男女介医生的，他就稍微提起了就介绍当然到台湾的惯例就是男女方就你爱了以后就稍微刚好我太太当时去 UC San Francisco 学了 biochemistry， 因为一年去了一年就暂时回来放假回来。他的母亲也忍不得再给他去了，在那个年份介绍认识了我这两个人。他在美国的海军研究所 Number Two 继续做，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在那个地方就认识了以后，稍微短时间的认识，算是也没有什么谈什么恋爱，也没有到去睡了，就这样就依照古法60年代的结婚方式的结婚。现在也是那时候我算是慢结婚了，32岁才结婚，所以速战速决，所以4年里面生了3个小孩子。现在第一最老大是24岁嘛，在 UMKC 在 Kansas City 的 Six Years Program 的 Medical School， 现在5年级了。第二个那是老大男的，第二个是女的，在现在在 Northwestern。的 7 years program 的 medical school， M 就是第一年的 medical school， 他算是第一年的。第三个就是今年7月就考进入了 Duke， 所以刚好是今年就结束了，他们进 college， 也相当学费相当蛮贵的，三个加起来一年差不多要30万了。我一个人3万2万，将6万了，再加上那个飞机费啊什么这样，那么蛮贵的，还要加上昨天晚上的7万。那现在我回来的感想就觉得，昨天感想呢，就回来真，我们是因为生长在这里，还是这里容易马上适应。在美国的感想也不错了，美国人的美国医院的里面的服务的那种气氛，就既然一天在哪里就在哪里就好好的干。到美国就美国的那个生活就适应下去，在台湾就台湾，这样才就人生才快乐。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好，谢谢各位啊。我今麦跟你报告一下吼，好，其实我今年会得来吼，慢慢的走，慢慢的调整规划，好，慢慢的走，慢慢的调整规划，好，其实我今年会得来，好，里面特展。好，非常好，又有近有看得到，实质的到了，好，里面的这个各展名展，纯粹是我们台湾的特定的名展，特展的奥运，随着特展名展的总会了哈，说出了我们个爱心的使用，奥运里面的特展名展呢，都有大玩家的顾客，又带一个顾客的奥运，新址的名展，新址的更晚了，奥运，再不怕不要变难，弄这么简单几天了，奥运。送礼都非常的大方，非常豪华，是的，奥利，现在公司呢，这个送过来了哈，直接从公司的工厂里直接送过来的哈，保证新鲜的，
啊，你也看得到哈，现在马上送过来的哈，来，啊，保证分享的期间都是由自己的公司嘞，啊，自销啊，自作自销的哈，啊，所以说呢，在卫生方面呢，品质方面呢，价格方面都保证分享的期间，啊，都是看到我们，啊，一条一百，一条一百，三条几啊块，三条两百五哈，来，按个成本方面进来哈，哎，来对比说明一下。啊，去接看嘛，不要紧。啊，咱做嘛，直接去接就对了。多赚几百，拢做个大家高管，多赚几百，拢做大家高级的地方去。啊，去接看嘛，不要紧来哈。关关四百万来地方去。啊，关关四百万来地方去。每关每去，拢做嘛，直接去就对了。啊，各位做民生地产，接地方做感受。啊，接地方做里面小块赚来容易。金价看嘛不要紧，阿里山一样哦，三包两百哦，哎，三包一样哦，三包一样哦，哎，因为那个大姐要到台北了，这台戏也放到这个，这个这个呢？来，那边分厂没有办法，那个我们都有。哎，能办哦。Thank you.
小姐，来啦，就看妈妈去吃好来，再看吃好来这里吼，拢做卖不离，拢做卖客气哦，哎。好，恁真条上来，恁跟侬发电啦吼，过去这个朋友啦，这些人拢我对起，就一定做了拢顺爽，吼。啊，你都做到辛苦啊，小看卖不要紧，啊。啊，恁即摆呢，啊，坐这个客，啊，客去咱公司，恁在路客吼，啊，咱坐车呢，咱门市无停车，咱。日本戏啦，日本戏，日本戏啦，不要紧啦，拢好啦。就是讲你先上车号股票，有一张日本戏，就是讲你结婚迄天吼，洞房花烛夜你就就啦，安尼啦，要叫做日本戏啦。我未讲搞错啦。搞错搞错，你讲分？哈？查某还袂高个位就生囝。我有人会答的，只有一个而已，由于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跟 George Bush 只有一个总统生娶某还袂高个位就生囝。 Anyone 在问你，这在问你啦，学亲啦，你袂研究到人的家庭，你看这个囝仔吼，无来好好生去。Thank you.
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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